大家边吃边听我跟大家说一说，啊，咱们军原先的任务是一线防御，啊，按照志司原先的计划，应该是5月上旬组织新的战役，但是啊，现在情况变了，联合作战司令部认为呢，美军很有可能在我军的侧翼发起两栖登陆，我军就会面临双线作战。 为了避免我军的双线作战，这次决定把5月上旬的战役计划提前到4月下旬。而我军呢，现在面临的正好是敌人的两道封锁线：敌温山、连川、芝浦里、桦川、羊口，还有圆通里以及甘城一线。 以3/8线作为他们的防御，第二条呢是以春川、义政府作为一线，是他们的第二道防线，总共的兵力呢有5个军、14个师、3个旅。志司认为啊，他们的主力设置应该是在连川到桦川一线，那么剩下的就是美军的第一骑兵师，还有。 别追了，小心！你饿了吧？你吃了吗？来，吃点东西吧。啊，没事，慢点，别着急，慢慢吃啊。 把酒吧布子装上船了，叫陆军海战队。木头，你啥时候？哎，我坏不，我坏不去。炮兵打得远，我没看着。别这样，这样多没意思啊！我吃。这玩意儿咋说的？观其不与真君子，人知道人还说的，见死不救是小人。我这属于说是救你，你是救我呀？你救不救你，你这等于说是天放誓马，不定能咋。是吧，大林？对，排长。 就算不说，你也赢不了木头，是吧，大坤子？闭嘴吧，马老翠儿！谁别说话啊！整不过你呢？看好了，你的骑兵，我这炮兵。你那个炮，你赶紧下！宋佳宇，你看看那个炮。啥？哎呀，你不就好了吗？连长来了。哎呀，天放，这让人给你打的呀！来局，就你啊！哎，人呢？ 进来，是不是？来介绍一下啊，一排长陈天放，一班长周念鱼，三班长宋坤生，这是摄像手木远，你叫木子就行。机枪班班长马大力，你叫马烈就行。
这是赵和，咱连部刚来通信员。指导员呢？指导员出去了，连长。走了，走了。真不错啊，哪儿请的？陈金旺，干啥呢？我就是教育教育，告诉他这不叫戏班子，这叫文工团。记住了吗？问你话呢。哎，长点记性，咱们队伍不分三六九等，人家给你唱戏不是唱堂会呢，台上的人也是咱们的兵。把陈天放啊，关禁闭。一下子就晕过去了啊，拉都拉不动，也没跟医疗队啥的，只能拉着你接着往前走。待会儿到了兵站下山之后，找个烧烟车回去。为什么呀？还为啥？就你这样的能打仗吗？那大炮一响，你咣当就倒这儿先晕了，哪个连队能要你？以后不会了。啥人？不会了，你咋知道没下回？我都想起来了。咋的，天峰？还寻思呢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？我没心思，我就是不甘心。哎呀，人质的儿不都说了吗？那人就算没死，多半也是废了，这辈子能不能醒都不一定。那小雨干事说那叫啥来着？稻草人，植物人，那不都一样吗？再说都植物了，你还老念叨他干啥呀？而且那植不植物还不一定呢，没准这人呢早都没了，坟头上都长植物了。他最好别死。啥意思啊？他要是死了，他就是烈士了。
他是烈士，你甘心啊？哎，烈士就烈士呗，那有啥不甘心的？大罐子是烈士，刘耀小欢子板凳是烈士，他也是烈士，凭啥呀？美的。那人家要是真死了，得算是烈士。赶明儿你没了，我没了。 咱都是烈士，可悲的时候把名字刻在一起，啊，我都没了，天天让他在旁边膈应着我，凭啥呀？哎，天放，要不咱俩单刻个碑吧？你比他还招人膈应。一排，天放，二排三班，都不用操心。 你现在最麻烦的就是这个三排，报告早就打上去了。我估摸着，环里也难。从入朝到现在就一直打仗，兵员还好说，后方的新兵补上来就行。最麻烦的是干部。 尤其是班排一级的，你就说二班，都换了仨排长了。财神没了，赵和赵和废了。你说三班又是个女，你说要不是我实在没辙，我选谁我能把她弄上啊？唐大成，你能不能不戳我心窝子，啊？ 排长回来了，排长回来了，排长哎，是啊，哪儿呢？排长回来了，是排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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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长回来了，排长，排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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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长回来了，是排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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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排长回来了。 我就知道，你死不了。他们都在，我把二排还给你。哎，那可不行，排长是排长，代理排长也是排长，一个都不能少，对不能少。就是啊，一个都不能少，不能少。咱们有俩排长，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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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怎么没看见三排长？厉害，排长，这是厉害啊！谁呀？埋哪儿了？当时汉城还没拿下来，部队都在作战，交给后勤的同志运回去了。应该是葬在平壤的陵园里了吧？过来的时候应该去看看他。
你有这心，老夫在九泉之下能瞑目了。他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军官，各方面都是。哼，哎呀，团里任命都下来了，我算是明白了，咱连呢就不该有副连长。正好你回来了，我跟连长正犯难呢。我去三排。三万跟二排磨合的不错，我已经几个月没跟他们在一起作战了，我错过了几个月的生和死。从过江开始，三万就一直跟他们在一起，从未分开。对他们而言，三万是最好的选择。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。咋说？我这里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不管是思维还是反应，我都不太能够确定。其实大夫并不赞成我回来，但我想回来。有些事情我好像明白了一点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明白，但有一点能确定，我很明确的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。那你告诉我，在你还活着的这段日子里想跟谁在一起？二排还是三排？三排需要一个不会随时随地出状况的排长，我可能当不了排长。但我想，我想知道如何才能真正的成为你们的一员。梅子以前是跳民族舞的，这种节奏快的她总是跳不好，这是私下下了苦功夫了。这男孩叫冯月朗，是她男朋友，虽然关系没有公开，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，部队里在这方面管得严。二五八团他们的条件都不够，但他们商量好了，等全国解放了就退伍结婚。要说你们那个什么团啊，还管得你关系啊？当然要管，这是部队。部队，条件好。这啥举子呀？啊，注意点。教员。嗯。条件好，虽然我看不懂，但我也腿抬挺高。让猫哥。哎。我一起看吧。是。姓曹。我知道。你跳的好，干啥？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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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叶菲菲，是报幕员，外号各位战友，小黄鹂。下面请欣赏豫剧《老征东》。好！
他怎么在这儿？谁啊？就那个人。谁啊？哎，我说你们文工团里头是不是有个叫……哦，白吃饭的？我们文工团没有白吃饭的。吹小号的叫陆立新，上海人，电影厂出来的，平时就喜欢搞怪，跟洋人打过交道，会说英语。我想起来了，大兵日记。他的这些玩意儿我从来都没有听懂过，你能听明白啊？我说你之前没看过电影吧？哎，我又不该问。从不会说话的时候就进部队了，上哪儿看电影去？谁跟你说我没看过电影？列宁在十月，列宁在1918，战舰波江金号、恰巴耶夫，这些电影我都看过。当年在杨家岭放电影的时候，我从来坐的都是第一排。算我错了？什么就算？你就是错了。怎么着？美式装备的战车连，看不起我们土八路啊？不敢啊，这个真不敢。不过你说的那部电影，我确实没有看过。卓别林的经典之作，讲一战的。卓别林，美国人，是个演员，也是个导演。难怪老陈到现在还管你叫反动派。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啊？出什么幺蛾子？他自己看不懂。闭嘴！大明，雨队，这当了队长，脾气见长啊。大宇，你先出去，一会儿找你算账。来了呀！你不是应该在老部队吗？你那个大班子新指导员呢？老白呀，他是老兵，不怎么懂业务，平时少在后台转，现在估计在食堂那边检查呢。哈，都是队长惯的，全队就他搞特殊化，崇洋媚外，一开会就吹牛，什么美国电影、美国音乐，美国人什么都好，他们生在美国，还真是天大的委屈。要我说，抗战那会儿，他就是个汉奸。行了行了，等队长和他谈完，我带你们俩到政治部把这事说清楚。扶不上墙的烂泥，这事用不着你操心，你把你自己的事办好就行。队长才不会批评他呢，平常就拿他当个宝，捧在手里怕碰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。人家都说，队长这是看上他。说啥玩意儿呢？来吃饭，老白，谁在这瞎咧咧？老赵，啊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也不告诉我一声，真是。那啥，你那个事儿，我这两天抓紧处理，你先回去吧。来来来，赶紧赶紧，你先坐着。你这不错啊。那是，好家伙。哎，老白人不错，侦察连长出身，剿匪的时候负了伤，这不没能赶上部队入朝。前些日子刚从国内过来，结果部队没了编制，只能到文工团来当教导员了，算是官升一级吧。但是人家还不愿意。哎呀，也是，人家是上阵杀敌的老战士。到文工团来当教导员管后勤，是委屈了点儿啊。我们三排长商誉归队，他俩是一趟车，两个人啊聊了一路。是你们那个战斗英雄吧？早听说了。他还跟你们念叨这个？我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。他天天拿你们那个战斗英雄来挤兑小鹿，说人家也会鸟语，人家也看过美国电影，人家还和美国兵一起打过仗。哦，还会开坦克，
还会用火箭筒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。那小鹿这下郁闷了吧？他你还不知道，就喜欢搞怪。写个申请书，把老白啊气了个半死。哎，不，热乎着呢。那可不，网购啊，不够再来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个文工团有一小子，那是要本事没本事，要能耐没能耐，还弄了一身那小资产阶级的习气，写这个入党申请书，他非给我整出个洋文来，说什么《共产党宣言》最早就是拿洋文写的，这样才准确。那他咋不整个大胡子贴脸上说自己是马克思呢？那不更准确，是不是？准确你家姑爷是准确。第二句啊，出大洋相了，我告诉你。程主任拿给各营区展览，我这老脸完了。你真交上去了？咱哪懂这个呀？啊，咱是战斗人员，军事主管。你说这事儿，那连里都是归指导员管。你现在让我管这个，那不是逼着猎狗抓耗子吗？切！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二五八团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老赵。啊。笑什么呀？看上了哪个姑娘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和老邱怎么样了？能怎么样？他那个样，我又这个样，还能怎么样？你和我还不说实话，到底怎么样了？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的报告上头批了，他的处分也定了。从团长变成连长，好在还是作战部队。你们家老头子同意了？八爹和他见过了，有什么疙瘩也都解开了。说真的，我不恨他。你说你们两个人这弄的什么事儿啊？鸡飞蛋打，现在就算你们两个想复合，都没有那个条件。他从团长降到连长，你呢，从营职降到排职。这叫什么事儿？挺好，还挺好，你心可真大。我觉得真挺好。你也知道我的脾气，他团长那顶帽子根本就压不住我，动起手来也打不过我。战场上是英雄，回家就变狗熊。男人嘛，谁受得了这个？那然后呢？然后你跟我装傻是不是？你属兔，到今年八月份虚岁二十五，你这后半辈子就打算一个人了？一个人挺好。女人好不好，从少看到老。你今年二十五，到了六十五，你还能觉得一个人好？炮一响，枪一响，那些个不中意的，那些个不开心的，就都不在意了。这仗还能打一辈子呀？眼看着仗就要打完了，你说都从三八线推到三七线，美国鬼子都快被赶下海了。我觉得也就是这两三个月的事儿。两三个月？就现在这个状况，两三个月拿不下来。咱总打仗的都知道，按照现在这个情形，那是憋着鬼呢。咱们现在站的地儿都是美军主动退出来的，美军较真的地儿，咱们打的都不算利索。打仗就怕这个，按照人家的鼓点迈步子，所以我们要打乱他们的鼓点。我们师的正对面，就是你说的那什么陆战一师，干了三天了没啃下来。不丢人，之前内战连一个军都没啃动。你知道吗？陆战一师在美国序列里的外号是什么？什么呀？四等。按照你们的话说，什么叫我们的话呀？你哪边的呀你？应该是咱们的话，你这怎么说话呢你？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说秃了嘴了，你看我这觉悟啊！我跟你说一正事儿，你说，
小陆。对啊，就是他。让陆立新到三排体验生活，这就是你那个白吃饭给你出的。哎，白吃饭。好，老白亲自跟你交代，让小陆到三排体验生活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妥啊？他只会吹小号，连三八大盖和莫辛纳干都分不清楚。你们三排缺少爷。程主任真这么说的？对，这老袁就在外面，不信你问他。我就说嘛，领导上这么明察秋毫，还能让小人得了志？梅子，干嘛呀？我说错了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都少说几句，都是同志，弄得跟阶级敌人似的，至于的吗？领导有领导的考虑，都别瞎猜了啊。咱们接着聊，聊插曲是吧？局面这么危险吗？你没打过仗，我这鼻子从昨天下午就开始堵。之前在连队的时候，每逢打大仗之前都这样。那咱们什么时候撤离啊？随时。跟着师部走。话不能这么说呀。辞职后应该跟野战医院一起走，但是应该由作战部队先部署好了。否则路上不安全。刚才说那个电影插曲，就是美国电影里面的插曲，很多都是来自乡间的那个俚曲，包括军歌也是，就跟咱们村子里那些小调都是一样的。那个歌词里，不过都有些脏话，翻译成中文特别难听。刘立新，出来。啥脏话呀？啊，说说，让大伙儿都听听。这是前线，不是什么剧团、电影院。我不管之前多少人拿你当大宝贝供着，在这儿，你首先得是个兵，否则就给老子滚蛋！教导员，小鹿他……没事。立正！看看你这样子，从头到脚哪儿像个当兵的？部队不是你嘻嘻哈哈的地方，部队是什么呀？部队是个炉子。你这浑身上下100多斤，甭管什么废铜烂铁，进去滚一圈再出来，那就得是块钢。这道理你都不明白，你还当什么兵啊？不把你这些小布尔乔亚的皮给扒了，你就永远是条烂泥，谁抓在手里都嫌脏。江导员，你的批评我接受，但人身攻击就不对了。啥玩意儿？人身攻击？你以为老子愿意在这儿跟你废话呀？我告诉你，部队都已经跟你联系好了，天一亮卷铺盖卷给我滚蛋，到连队里边去给我好好见识见识啥叫当兵，啥叫打仗。在战壕里摸爬滚打能活过2天，你再跟我说啥叫人身攻击，否则别说你是文工团的兵，咱们队伍丢不起这个人。到战场上，让子弹好好教育教育你，啥叫革命队伍的作风。三排长是老兵，知识分子，懂英语，会开坦克，你跟着他能学到真本事。我服从组织安排，没意见。我不怕你不服从组织安排，我怕的是你拖后腿，我怕你去给文工团丢人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有我在。大宇，你不是不知道他是块什么材料，
我是真怕他去给你们丢人呀。小鹿，看着我。到了三排，服从三排长的命令，听从三排长的指挥。他让你上刀山，你就上刀山；他让你下火海，你就跟着他下火海。别害怕，也别犹豫。你立了功，是三排的功臣；你牺牲了，是三排的烈士；你当了逃兵，我亲手毙了你。谢了啊，老钱。哎，兄弟啊，有多余的子弹没有啊？这有一宿的夜路要开呢，跑不住。哎，行。哎，都给我了，这不好意思。要不你再拿回去两根，快走吧，开慢点。你回城拉的是重伤员啊，经不起电的。行了，走吧。啊，放心，这条路啊，没人比我熟。连长，命令下来了吗？水浩，紧急集合。报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九、十。连长同志，一排应到34人。十到34人，列队完毕。报告连长，二排应到35人，十到33人，列队完毕，请您指示。报告连长，三排应到34人，十到34人，列队完毕，请您指示。报告连长，机炮排应到29人，十到29人，列队完毕，请您指示。全体动用，立正，突击。一，连列轻装，除了武器弹药干粮之外，其余的一律留在营地。二，行军期间严格执行纪律，令行禁止拉屎撒尿要报告，不许擅自离队，不许交头接耳，没有命令不许开枪，不许暴露目标。各党小组和战斗小组要负起责任来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小鹿怎么还没有回来啊？教导员不带他们弄车去了吗？就算小鹿靠不住，教导员肯定靠得住。没时间了，不等了。教导员还没回来呢，没有车我们怎么走？用腿走，出发。沿着公路走，速度会快很多，但是目标太大，白天敌人的飞机太猖狂，走山路又太慢，会被敌人的轮子追上。快了慢了都不合适，越是撤离行动越要计划周密。老美的机械化动作很快，这时候可能已经在行动了。我带一排沿着侧翼搜索侦查。不用那么麻烦，接到命令的都是一线部队，和敌人一直没有脱离接触。这么大规模的撤离，先走的一定是司政后勤官，还有非战斗人员。这些人走不快，这10有8 9是要坐车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沿着公路的方向撤离，就不会离开主力的撤离路线太远。姚润莲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听，没时间了，赶快走。哎，你听。我们在天亮之前必须要到达马坪里一带，绕过英峰山之后，我们就进山，沿着山区走。白天敌人的飞机太猖狂，走不快。天黑之后，我们再回到公路上。这是猜测，需要确认。立刻行动，我负全责。
人都上齐了吧？还有121个在划船。走，得，往这儿。他在和自己较劲，大家这不是都安全撤出来了吗？可吗？他们连在划船那边打阻击，撤不下来了。他不想走，想留下，想和他们一起把血洒在这里。茫茫冰原，恋恋西风，漫漫长夜，默默苍穹。曾经有人在风雪中跋涉，曾经有人在丹雨中前行，让天地恢复了颜色，让青山苍翠，大河奔腾。曾经有人背子弹东穿了躯体，曾经有人被烈焰灼烧着灵魂，用生命铸造着和平，守护着古远的天空。曾经有人，曾经有人燃烧青春，奉献生命。曾经有人，曾经有人，他的热血，我的长城，包围着